我们的要求的话是阵法来一把小克5%，好不好？然后神蛇神的四超过了4次就行啊，就这俩要求，好不好？我们对成绩已经没有要求了，这一年我们只希望有一把小克5%的阵啊，打厉害的服务器的时候，然后蛇神四把啊。摸摸大人一票抽奖，等会儿再说吧。我要体面的被强服送走了。虎打鹰啊，对面克我们5%啊，虎打鹰对面克我们5%啊，一个传统的双峰阵容，女儿村好像没有速度，对面武装难道是高速风？对面的名字还保留着原有服务器的性格啊，是魔法家族以及CC90096 家族啊，双方的宝宝啊都是相对应的啊。开局从气质上我们输了5%的阵法相克，以及对方的蛇卵是童子，我方的蛇卵是吸血鬼啊，打姑苏啊慌的一逼啊，互动开启一个，但是大家一定要那个谨慎啊，一定要谨慎啊，这个下一个就是完成一下任务就行了啊，一切以最终的比赛结果为准啊，就看系统的结果，无论是掉线了啊还是服务器突然断了，就网易判定谁赢就是谁赢啊，咱们的这个结果一切以网易的结果为准啊。方寸催眠啊，抗了一把风啊，鸟阵的李哥增加了抗性以后呢，速度真的是啊很麻酥酥，而且现在没有地府，速度丢了的话就永远回不来啊。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啊，实话实说基本上没有地府，速度是没有变化的。我觉得如果产生变化的话就只能破变身，捕神坛能破变身吗？好像很少看上破变身啊，想讲速度就只能破变身啊。有人说没志气，这个不是志气不志气的问题，对不对？你有志气你跑的能有刘翔快吗？你有志气你能比姚明高吗？对不对？有些东西啊不是说志气和努力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种选择你知道吗？啊，选择错了，贪了一把属性，用鱼岛已经很久没有变过这种吃属性的卡，虎阵也是一个属性的阵法，没有速度的位置，两个防御的位置啊，三个输出的位置，为了给虎头位一定的风头，对不对？甚至给我七哥推在了攻击位上啊，七哥真的特别不想站在这儿，因为他不是一个攻击门派啊，真的。现在你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这个狮驼岭鹰击能鹰击多一点，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因为我们在速度上和封印的属性上都已经完全没有优势了。一个女儿村如果不能偷脚，如果没法掌握速度狂飘三风的话，那个女儿村意义就不是很大了，你知道吗？啊，所以说这场就看狮驼岭能不能鹰击超过5次，留给鱼岛的时间不多了。这波分析你们也基本上看懂了是吧？啊，女儿村没速度，虎阵贪了一点属性，变身卡也贪了一点属性，女儿村解封，啊，对面平砍突发漫天，啊，连环击上来就青蛇，第一刀有招架，第二刀比第一刀还要多啊，这就是有招架，别略飞，可以，前几条蛇特别重要啊，大家都不绿或者大家都绿都行啊，最好是都不绿，这样比赛打得快一点，也不折磨人啊。本场比赛的第三回合，对面飞了一条蛇，我们再绿一条吧，绿一条吧，哎，可以，对不对啊？我们上一场被那么绿。这把出于良心上的不安，出于几率上的平衡，这场对不对也得稍微绿那么个两条吧啊！希望北地眼能把好运转移到我身上啊！赚了一条蛇啊，赚了一条小蛇啊，神了一次就等于赚了一条嘛啊！这个蛇从下联五人的开始的话，最多就只能神一次了啊！兄弟们，这个时间看见我是不是很意外啊？不用意外，因为我可能等会儿又走了啊！咱们的双峰啊，被对面双峰控制的是啊一把死死的啊，被吃了一把三速风。鱼岛以前打别人啊都是
都是一二封啊，顶多是一四，从来没有过啊三四封啊。现在估计指挥最后悔的，应该就是这个变身的问题啊。而且对面的两个方寸的和武装的封印都是极其霸道的。这场比赛啊，遇到想赢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停的连蛇啊，青宝宝估计都青不太动了。我们的蛇要是也能绿十一次的话，还能好好打一打。下回合我的出手都没法保障了，再绿吧，真的能连绿两次，最后一连了，没绿上啊。啊，方寸这回合出不了手，女儿这回合出不了手，哎呀，这控制太死了，这么打一会儿五龙丹都没有了。对面这回合女儿封，不对，没有女儿是吧？啊，方寸封我，武装套普陀，方寸封普陀，普陀有五行抗风，没有风中，有颠倒五行。我们的女儿村实在没啥事干，跟个鬼气。对面三只宝宝三血，普陀七塔，哎，对面没人管我师徒，哎，女儿村被低速宝宝解开，下回合可以解封。对面一个师伯五千七，啊，这个五千四数据可以，咱们猜对了宝宝，但是那个宝宝是处于防御的状态。为什么我能猜得到是防御状态？因为我不可能打三千多血，知道吗？啊，非常的科学啊。对面的二号宝宝有波兰，三号宝宝的防御了啊，造成了一只宝宝都没有飞掉。对面的三只 DP 啊，继续起飞，清完我们右边的蛇，要清我们左边的蛇，我们的风系被控制太死了。现在我们要突破，必须得抗风啊，必须得给我抗风，五行颠倒挨个加，带封印带抗风铃是给我封不中。这把咱们把全民 PK 赛的那个明明体系啊，变良城体系 MVP 体系啊，搬到福战里来。两个低速风加抗风灵士加普多的五行颠倒，再加女儿孙适当的水清与精清，给你来一把70%以上的抗风印啊，有速度让你封不中，创造奇迹的时候到了，兄弟们看着啊，是不是带的抗风灵士？没吃抗风，哎呀，这把武装水了一把，武装水了一把啊，风女拔应该还好，士多岭对面士多岭被封中。这种情况下，对面满血的情况下，蛇瞎咬没有用，而且蛇没有灵动，创造不了惊喜。对面普陀给宝宝点灯啊，给宝宝点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对面的状态太好了啊，好到了普陀都没啥事干。这只宝宝没有防御，但是出两个盾啊，这一蛇一牛也是瞎打。对面的话，双幻虫已经集齐，对面开局的宝宝比我们鱼岛强势一点啊，我们是壁垒，对面是力劈啊。常规来讲呢是力劈比较克制壁垒，但是得看服务器，三大强服的宝宝啊克所有服务器不分类型。我靠，方寸出了一把黄金甲，方寸被催眠四回合，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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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回合的话，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个女拔出的小怨灵，因为她没出召唤兽被催了，现在局面的话可以说是啊大劣势了。但是从场上的在场人数看不来，我们的劣势呢在于速度上的劣势，速度等于全丢。开这个阵啊，不如天阵。女儿孙被封啊，不是女儿孙被笑啊，好，被打醒，咬他们法防宝宝，对面的力劈，我们应该是保不住。对面狮驼应该继续狮搏啊，对面。试验一下抗性吗？先来随便点一点试一试，是这意思吗？啊，还是师伯请宝宝稳着打。哎，对面这么打，鱼岛要是找不到突破口的话，太难了啊！连续抗风几次，这把宝的我觉得还挺漂亮的，被睡的单位没什么可以操作的，对面三个力劈勉强破波兰啊，这把宝的还行啊，还行。哎呀，现在需要一点抗风几率，对面狂水，我觉得武装水还有可能，方寸水的话不太可能了，武装也不太水。这是封中了还没封中，底下有没有圈儿？
他那黄圈变身跟封印差不多，好像没圈啊。差点被锤死，真的凉凉。哎呀，牛这么一就这一个表现的机会，一进来看这速度我就知道了，他们肯定是抓一把对面的什么阵，然后没抓到了，再加上对面的变身，再加上速度加成啊，对面的阵法是有速度加成的，再加变身卡，等于加了30%的速度。我们阵法没加成，只靠人物的那点啊属性不太行啊。下回合蛇都保不住了，宝宝也残血，狮驼变身也快没有，狮驼脑袋上还有个蓝烟啊。小月月咱们再看解说，以后的话我脑袋有蓝烟的话，你一定要给兄弟们特殊标明一下，伤害低呢取决于阵法和状态以外呢还要看蓝烟，这蓝烟啊就是攻击降低了，被放下多次，你知道吗月月啊。真的看你解说不到点上，这给我急的，你都没把合理的解释我为啥伤害这么低。现在我方两个风系都被破甲过，对面给我吃了一把大象，大象吃了5000血，防御得多低呀、啊？蛇不会绿吧？啊，没秒蛇，我的宝宝还飞了啊！这种就是超级大绿了，这种时候宝宝绿已经没有用了，真的，别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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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让蛇绿，不如让对面水风。完全没有放精清的机会，宝宝出来就被狂清。刚才我说的应激的机会都不一定有。一边倒，不好打。嗯，早知道这样，真的不如让台州湾上。北地兄弟，我对不起你。哦，这个牛啊，这个蛇表现的还行。现在想赢啊，就只能靠运气。嗯，这个就是运气。凭感触发半天没触发上，哎呀，小皮菜上镜了。哎呀，小皮菜一把逆境啊，666解封了，小皮菜啊，我都不知道我的宝召唤中还有逆境的特性呢。而且这宝宝忘改名了啊。皮菜威武，真的，我还得亲自督战，对不对？我发现我只要在开直播，就没法跟指挥好好沟通阵法和阵容的问题。我就一场比赛没看着，就给我开出了一个这样的阵法，变成一个这样的事，也是我有罪啊，对不对？我明明那么有能力。却不愿意过多的介入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要让我开阵肯定不能开这个阵啊，对不对？我都没见过别人伏战开虎阵打双峰的。哎，虎阵克啥阵？兄弟们，虎阵克风阵是吧？嗯，还克啥阵？大胖说去买阵，人家给你假交易了。刚才还让我交买阵钱啊！开始抗风了，看半天，哎，开始抗风了。从那只龙龟出现开始，发没发现形势有一点点变化，气势提升起来了。对面好前几回合累积的封印封住那些单位一下全都解开了啊！嗯，可能是啊，可能也是我们几个指挥听见了老王要开一把，对不对？自己都不知道开的阵，对面绝对算不到的阵法，这个虎阵就是对面绝对算不到的阵法。
所以说这场比赛开阵还是挺成功的，确实给对面打了一把措手不及啊。老王这是回光返照，距离翻盘很远，你放心，我放心的早退是吗？啊，对面没了一个牛，真的，我觉得是时候让抗风体系显示一下威力了，真的得抗风。来，开始看他们开始水啊，开始看他们变水。狮驼岭有机会肯定就是连蛇，我觉得我狮驼岭有机会就连蛇，他们宝宝清不掉呢。他们宝宝血一个比一个满，上哪清去啊？啊，现在阵法是小克，阵法其实一方面，现在狮驼挺拔的输出值还够，蛇的输出呢也不太依靠阵法。开始抗风了，来了来了来抗风来了啊！抗风，哎，可以，真的，这是一道新的体系啊，这是一道新的体系，不能说新的体系，新尝试的一套体系。我操，点了。老哥是不是要上了？是不是眼神到位冲刺了？给我上！虎阵狮驼站起来，起刀471！我操！第二刀3700，第三刀就开贴了！你妈的！我靠！第一刀出神器了，第二刀就开贴！我打不了 PK 了，兄弟们，我被针对了！第一刀4710的真实伤害被一把神器给挡了回去，从第二刀开始贴，然后由于没有100%的把握，只发了一把群秒，好在他死了，他不死我难受的一逼。起刀471，我跟你讲，上次打865也是跟孤独城绿，这把要是绿了的话，就还行。没绿的话，反正也还行吧啊。现在对面变单峰，哎，这个方寸这场比赛怎么变水？以前都是女儿村，女儿水，但是女儿速度快啊，水的话还能用特技来弥补。这女儿村不怎么出手，就只能丢顿法宝啊，不太划算啊。不过法宝中了的话就还行啊，特保护，龙龟起法防。这大死亡啊，大死亡其实就是现在的大死亡啊，就是因为你没法无情连点，大死亡只是人家换一个养护宝宝的事儿，你的大死亡只是等于连环击掉了别人的一个宝宝，没啥太大的啊、太大的作用。如果这回合再点死一个风系，并且我们力皮够多可以清蛇的话才行，这回合激进点的话就继续点人，不激进的话就连他们蛇啊。来，抗风体系，抗风体系，给我抗风！兄弟们，我就想问一下，我跟二狗谁比较惨？我俩都刷到了两个大哥啊，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啊。二狗死的比较惨，等会儿都我俩都被干了，找二狗喝一杯去。难兄难弟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啊。哎，蓝烟儿，看没看见蓝烟儿？哎，重点解说针对我的狮驼解说，月月的解说是针对狮驼为体系的。哎呀，王哥这回恶心的多，王哥因为你这个蓝烟儿的状态一定要看好，蓝烟儿没伤害啊。来看这回合狮驼怎么说，这回合狮驼搞不搞事情？对面破血青龙龟，绿，蛇绿了一次，宝宝没太绿，对面也别绿，大家都不绿，好好打好不好？好好玩。哎，他顿了一下，还行。我们的女娃这回合群秒吗？天魔觉醒。一牛一蛇啊，对面的话现在有一风也不是很着急，宝宝再跟了一下还行，对面没只地皮，现在场上对面只有最后一只地皮了，也还可以，最后一只地皮可以留着不清啊，下回合可以搞事情。471还好点死了，没点死啊，这公屏得刷半个点。好了，其实对不对，大死亡只是对面一个宝宝的事儿啊，大死亡就是对面一个宝宝的事儿，而且方寸有一速，这回合催一个，下回合催一个，打得你照样没节奏。你宝宝你是打宝宝还是干啥，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大死亡啊，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我知道这个大死亡出现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特别开心啊。只能让我们鱼岛被晚清出去5回合。大家现在还要调整好心态，鱼岛这场基本上已经输了啊。
兄弟们今天对不对就可以请大家喝酒了，对不对？你喝着酒想想于导输的那么郁闷啊，酒不知不觉能喝你两瓶，当下酒再喝，借酒消愁啊。我靠，鹰击，不管了，爱打打不爱打，爱打得过打不过啊，反正我不管了，我冲了啊。可以，行，我这么打，这个打法我喜欢啊。打过打不过不说，就感觉态度很好，就是哪怕鹰击我们被人干了的话，也不会感觉到委屈啊，好吧，起码我们挣扎了。现在想赢套两套体系，一套是啊，抗风体系，一套是神佑体系，这两套体系可以总结为俩字，运气。所以说现在鱼岛只能靠运气来几率给我们调一把。鱼岛打这么多年五人男，说实话运气没有特别好过，是吧？有好过，但是真的没有就是一面倒的特别好，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出现过一把啊？这个鹰击是为了拉宝宝，对，连环击以后的休息是没法拉宝宝的。对面现在携程也挺多的，现在只要我们够抗风还是能打，而且我们得有个方寸针，速度慢的话也能打，没事啊。对面封我李哥，我李哥被封中了，抗风体系还在，这把一面封一个还行，狮驼咬宝宝，宝宝没飞还行，又咬宝宝，别老咬宝宝，别盯着咬，别盯着宝宝咬，对面盯着我们的，对不对？被封印的单位咬。啊，这个点杀很不一样啊，催眠并且点杀，为了防止特技被放出来，李哥43万的神佑神一把，43万的神佑神一把，顶得住法器的一个群秒。李哥很久没神了，李哥实话实说很久没神了，绿神佑，我靠！李哥不仅没神，而且特别狠的一个拳头打在了李哥的左脸上啊，一个暴击6300啊，这波死的只能说痛快啊，一点都不委屈，就死的那种很爽啊。下回合。我觉得可能还是鹰击，我真的觉得还有可能是鹰击。女娃现在应该是有条件够秒，看女娃的状态。啊，女娃有仪式，女娃最后可以秒狮驼岭继续鹰击，先把她左蛇干掉。对面方寸分身，啊，对面武装罗汉，我们的方寸催眠女娃催中，对面不一定能拍。啊，我们的宝宝被咬飞一只，我们能不能咬对面宝宝一下？哎，我差点还被咬死。啊，水清干嘛？水清连右蛇，水清连右蛇，左蛇被干飞。啊，我靠，继续点他们武装，让他们两个风系永远有一个在地上给我歇息。好，暴毙了。好，空歇了武装。焚魔烈焰能瞄醒一个不？没瞄醒，飞一个小怨灵。对面的左蛇飞，左蛇一定要飞，左蛇不飞不转，左蛇飞了血赚，左蛇。我操，右蛇飞，左蛇右蛇都没飞，小怨灵再跟一跟，左侧小怨灵给我上去。哎，就你，哎，就哎啊，算了，不用了，你没用了啊。哎呀呀呀呀，还行吧，啊，还行啊，还行还行。咱们现在两套体系抗风体系效果有那么一点点，再抗风，抗风了，哎，抗风体系有那么一点点，哎，还行，哎，没封中，不太行，对面被打醒，对面狮驼咬人，对，咬小怨灵，别老咬我们宝宝了，宝宝让你们咬飞可多了啊。左牛锤的左蛇，4900还行，蛇卵一出，稳住，怒吼加一加，可惜没变身，大金卡起，对面什么时候拉人？啊，继续清右蛇，右蛇刚才劈了4000，这把残贴了一下，
哎，还有个大金，李哥没伤，暂时站住。我们锁血没飞，对面武装起来套一个，套老李，啊，套中了，没有办法啊，抗风不能百分之百抗风，百分之百抗风的技能只有一个，叫天地同寿。谢谢兄弟们过来看我啊，谢谢兄弟们过来送我一程，真的，我觉得我特别体面，一个鱼岛基本上90%要凉的比赛，竟然来了49,118人啊！等会儿如果我一旦翘了，对不对啊？还要送我小花的礼物。二狗已经走了是吗？啊，哎，真的，就好像两个人从小就是发小啊，共同遇到了难处，先走了一个，还剩下一个。二狗等我，我也很快啊。抗风体系出现了一点点效果，狮驼差点被意外，右蛇神，水清保狮驼变身给我出，对面蛇死了一个，右边绿皮鞋蛇鞋也不多了，还在保，可能还在贴啊，还行。还行啊！哎呀，对面宝宝绿了一下，对面宝宝不绿我们就更行了。哎，对面中了无魂没砍中，很行。哎，还行。哎，这场比赛我觉得还能玩。兄弟们，今天鱼岛上的我刚开始都不得有点觉得指挥这个阵法变身啥有点不对，我突然现在觉得。又觉得打的没什么问题，有点道理啊，对不对？速度慢了，但是你封不中我，对不对？跟我有速度也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就无视一你两个封印的其中一个嘛，对不对？我觉得还行啊，还行，还行啊。紫禁城也走了，哎呦，兄弟们，紫禁城走了，或者是西山走了，他俩一定会留下一个68的服务器。现在的话。已经有两个96的服务器一定晋级了，因为有个是96打96，有个96打68，96已经赢了，所以说68打68有一个啊。现在就是这场比赛决定了是3打1还是2打2。嗯，抗风体系让一个风系啊倒下去。对面蛇没有瞎搞，别搞我，我怕，我该师伯清宝宝了。对面的宝宝蛇没怎么绿，宝宝连绿两只，三号五号刚绿过。哎，对面喂那小四海咋那么大呢？兄弟们，对面喂那小四海咋长得跟金星似的呢？恕我没有见识，那他妈是四海吗？四海也有贝玉啊？哦，小四海也有贝玉，我靠！对面的右蛇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滚！这死不了，不用喊绿，真的差不多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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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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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滚滚滚滚滚，拜拜拜拜，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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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啊！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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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这把对面宝宝那两只不绿，师伯再来买一赠一，对面等于一蛇一宝宝啊。行了，我打到现在我已经很满意了，我觉得这波如果我走了的话走的也很体面，好吗？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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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对不对，无论输赢我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庆幸的是，对不对，我出来解说了，因为月月毕竟喊绿没我喊得快，声控没我控得好，我们的抗风体系失败了一下，女儿孙也被封啊，被催眠封一封就是好几回合，很难受，普陀奇塔没有速度的辅助啊，对不对，奇塔也没啥用，大金再次给狮驼卡起，咱们现在既然打到现在了就连他蛇吧，对不对，建立一点小优势也别浪，疯狂鹰击，卧槽，这不是浪啊，是浪的飞起，这疯狂鹰击有宝宝，疯狂鹰击飞一个宝宝都行，对，飞一个宝宝都行，再鹰2700，数据打的呢不算太高啊，但是也不算太低啊，有点小威力啊，有点小威力。
一号宝宝飞还行，对面宝宝飞的飞快，我们还有三只利息，但是我们被催眠的单位太多了。哎，打醒一个方寸，三只利息开始你的表演，表演一个3600，还有两只，对面提前批蛇卵，蛇卵没防御，两只利息，还有最后一个，给我上，一定要飞，滚！可以，好了，兄弟们，现在有一点小优了，有一点小优了，我们的小绿变成了小优啊！对面有一个单位残血，再次水封几回合，我们的抗风体系抗风了，方寸山没有被封中，方寸山反手催眠10多0，没有封中，你他妈不如被封了，你给我滚，孔雀！奇塔拍醒女儿，普陀被封，对面没有小怨灵。力劈在没有可以劈的单位的时候，还是平砍可以省蓝，因为鱼岛的硬件还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拿不出来那种明斯的力劈啊。我们会继续努力，鱼岛的硬件虽然不够好，这个老板的硬件啊细节也有待完善，但是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鱼岛会越来越好，对不对？不会一下好到极致，但是可能会慢慢好。想看你开视频解说，真的，我开完视频你们就不看比赛了。我觉得你们会只在乎我的外表，而忽略我的内涵。曾经我拿头像当做我主播头，拿我真实的照片当主播头像的时候，你们不珍惜我，才200人看。我换了头像，一下就增加了好几千人。几年了，看的最刺激的比赛，你终于发现解说才是关键。像我这种比较好的解说，虽然看不懂比赛，但是可以带动起比赛的气氛，对不对？看球有几个懂球的，有几个会踢的，对不对？大家不就乐呵一下吗？看10多脸英击多少，女八秒多少，李哥神有几次，封印有多准啊。还是鹰击啊，还是鹰击。其实要一直鹰击的话就还行啊。三号宝宝残血，但是没飞啊。对面招流飞。现在的话就是每绿一只宝宝都特别关键了啊。这个吸血鬼是防御的。查看一下当场上的状态，变身还有7回合啊，狮子岭伤害还够啊，李哥啊，好好看着这场比赛，这可能你3年以后也不会再出现速度比别人慢的情况。谢谢李哥一速为团队的牺牲，带上了抗风灵士，变成了属性的变身卡啊。老王，你喊的激情一点，我怕我过去，我怕你们给我叫救护车啊！抗风，对不对？体系是拿来干嘛的？不就是用来抗风的吗？反手掏，没掏中。我们虽然抗风，但是对面也抗了一把风啊，这把还是合适。我们增加了一个分身。对面现在已经不着急招蛇了，对面的打法就是先稳住啊，稳住的话再重新控制。所以说咱们预靠的两套体系啊，一套是神佑，一套抗风。这回合损失有点大，这回合损失有点惨重。对面的血线其实也是很安全的啊。下回合还敢鹰击吗？鹰击啊，如果一旦发现势头不对，就立马停止鹰击，要不然就是给别人加愤怒。对面的血下去了一半，我就想知道下回合有没有鹰击啊。还好清掉了两只宝宝呢，不太重要啊。力劈还在继续起飞，又清掉了一只幻魔。对面的罗汉是刚起来啊，还有2回合。我觉得对面宝宝血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可以休息一回合，要不这回合怎么说，女儿孙有抗风的那个五行颠倒，方寸山有分身，对面能控制的门派只有狮驼、女拔和普陀，
封普陀，普陀被封咒，对面武装奇塔，女儿村出宝宝，方寸催眠，武装盾灌封咒，这把没有鹰击，师伯一定能买到，一定能买到，送不送不好说，一定能干死一只宝宝。对面平砍叠半天，没叠出来，师伯飞一个，我操，绿了一个，再飞，残血没飞。也还行啊，也还行，起码就当没打死，打残血了，是不是啊？没啥太大毛病，飞秒就能赢啊，没那么简单啊。啊，垃圾师徒给你喷的都他妈喷急眼了，对不对？师徒都打错了，整个垃圾师徒啊，你是有多着急呀啊？我还没应急呢啊，这玩意绿了也关我有啥事啊，大哥？这回合等于没出手啊，对面出蛇了啊，对面出蛇连不连啊，我们的蛇卵被清飞了，这回合我们是秒还是出一个蛇卵啊，来抗风体系，神佑，谁克谁啊，对面小克我们 5%， 对面只有一个封印，封中师徒，女儿村封他们师徒，大家都封中，很公平，哎，你们再被封中一个，很公平，还行，上回合被封中的，这没啥技巧，很正常。这破甲对着谁使？对着武装使啊！蛇瞎咬，反正对面有罗汉，咬也那么回事吧，除非咬残叶的宝宝啊。对面的蛇也咬过来，小怨灵不亏啊。这回合其实是一把点杀，但是师陀被封中了，而且没有拍啊，点杀失败了。其实我觉得损失不大，损失大的就是那只宝宝绿了啊。现在宝宝不要总绿。现在小怨灵也被狂清，一直残血，我们几只蛇啊，继续，我们几只力皮继续清左蛇，哎，宝宝拍冲着我来，没拍我，小怨灵拍过来，我操，小怨灵没有拍过来，但是拍过去了，完了，这回合亏出血啊，这回合亏出血，这回合前期建立的那点优势啊整没了，对不对？双方大家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模样，我这十多领还被控，这杀力劈，对不对？对面有针对性的保卫吧，蛇也不太好清，五行颠倒的女人孙没有抗风，对面武装起罗，方顿山为了让自己更稳起了一把主动凝神，十多领一定出手解封，颠倒五行给被催眠的十多领加状态，蛇瞎咬，恶心，法防，对面师伯清一只力劈清掉了啊，清一只封一只，催眠解封两个单位，等于飞了一只宝宝，有一只力劈可以正常出手，对面不是没蛇，对面其实也是准备打到很后期，就是在他们特别不是特别需要火力的时候，先拿一只啊小鸟出来顶一顶。下回合师徒一定是开飞机或者出宝宝。来抗风，一定要抗风啊！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定带在抗风灵士，因为他带抗风灵士，他怕对面飞机。所以说啊，他就变得这种变身卡，提升自己的防御 10%， 速度也减少 10%， 车子卡加速度啊，但是不减属性，对面的大物卡加属性加速度多，但是属性扣的也多啊。这回合抗风体系好用了一个啊，好用了 50%， 对面套了一只宝宝，套了这只宝宝是不让这只宝宝干啥呀，兄弟，这个武装风法防宝宝这么细节的事情是为了防止干嘛，现在是已经八强了，八强是已经进来了，普陀的宝宝被蛇一口咬飞，是为了防催眠狮驼。狮驼这把非常机智的先出宝宝，怕被催，但是对面没催。这回合的双方都被套路了啊！我们以为对面能封中，对面以为我们会拍啊！双方互吃套路，最后大家都不吃亏啊！
我们力劈没的比较快了啊，蛇也不太好清，就清对面的小东西去了啊。嗯，对面的方寸被封。宝宝可能有低级神器啊，有低级神器或者高级神器，你这波封完下波就解封了啊。李哥的宝宝我觉得还是不要乱封的好，是吧？你欺负鱼岛其他老板还行，李哥的宝宝还是啊跟其他老板不一样啊。但是李哥的人啊该中还是中，被套了。对面狮驼也被催，对面拍武装没猜对，操，什么他妈什么他妈蛇呀，大哥不挑宝宝专挑被催眠的好几次了。幼蛇不要以为有点功劳就可以乱搞，对面给我吃了一把象形，完了，刚才没打醒，这回咱们给人打醒了，又有点亏。怪黑白，嗯，对，咱们弄出一个责任制啊，谁的宝宝谁负责。对面被催眠的单位啊，贴了一把蛇，现在血量很健康。对面的罗汉下波哥没有，现在就是比运气啊。我上回合最后的变身连蛇应该是啊被对面吃了一把象形，但是对面给我吃象形，同时他的变身也会没有。嗯，这回合估计没啥水晶啥的，我们狮驼岭估计没啥事，给对面女娃扔个无魂之类的。象形下回合就解封了，这回合想结果的话只能水晶或晶晶，没有速度，还有个被套，上哪弄水晶和晶晶去？第三十回合啊，现在被小克5%。对面一素罗汉武装水了一下，女儿孙没事干摇铃铛，嗯，方寸斩分身分进去。对面二号宝宝求跑，给我李哥43.57万个面子。宝宝跑跑跑跑跑，无聊啊，后退，原地踏步向后转，跑。哎呀呀呀呀呀！双铃铛，双铃铛啊，有点刘华湖的那个啊意思。狮驼的宝宝又被飞，对面鸟啄小怨灵啊，这力劈呀、啊，要是，哎，对对对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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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哎，狂暴轮到你了，你哥们儿都跑了，来，狂暴该你了，哎。啊！狂暴出完手了，狂暴出完手了，还是李哥的铃铛好使，因为李哥的武器贵嘛，对不对？用铃铛也比别人贵一点。欢迎我阿吉老板啊！50,000人的欢迎，真的特别有排面，我都想被50,000人，别人直播的时候欢迎我一下。对面又开始，对不对？陷入了我们的抗风体系，还行，对面的节奏也在被我们推，被我们拖。宝宝卡大金被越，对面催眠基本上啊防拍没怎么中过，对面的这个啊催眠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蛇打醒的。操，这次是牛，原谅我语言上的漏洞。还行，他狮驼死了，我也算心理平衡啊。黑白呀、啊，滚好你的宝宝好吗？什么玩意儿啊！老王赢了来波人气票，输了也得该来人气票，该来人气票。对不对？人比较多，开5分啊！我们用味道留住时光的80后、90后啊，零食新产品芒果干已经啊全套餐推出了，然后抽奖直接中啊，不需要花钱啊。中奖的兄弟会接到一个小小的通知，然后在包裹里填姓名、电话、地址就可以了。我们的抽奖时间2分56秒以后自动开啊，看这回合
再抗一把风啊，再次抗风，再次抗风啊，体系开始好用了啊，这种体系打到后期就比较好用。我们的催眠还是可以保持着比较高的啊命中率。催眠狮驼被拉起，但是缺一回合变身。我这回有变身，连不连他的蛇？你就说连不连他的蛇？有催眠肯定不能赢。来，让我连他的蛇来！我的大刀饥渴难耐，给我连起刀6600，一只残血的宝宝啊，没有啥存在感。对面提前一回合盖罗汉啊，万万没想到我们女娃已经不秒了啊，开始用铃铛啊。难道下回合我们准备再次召唤出双蛇吗？啊，对面武装还是被套，狮驼虽然残血，但站起来了啊，并且下回合可以继续连了啊。小怨灵别瞎打了啊，小怨灵别瞎打，小怨灵和幻魔是我孔雀最大的天敌。来吧，兄弟们，还有人机票没有刷的，兄弟们再刷手里的人机票，5份88零食礼包啊，里面有10包零食啊，10包左右包邮啊，什么辣片、辣卷、芒果干啊，甜的、咸的都有啊，扛饿的、不扛饿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分量都很大啊。正在抽，1分32秒以后抽完，好，再次被尊重。对面罗汉不断，不过我们也不亏。我们法系因为根本就不秒，蛇根本就瞎咬啊，所以说对面的罗汉对于我们来说运不是特别有用啊。现在我们已经双蛇啊，双蛇，对面速度比较高啊，罗汉不想封人的时候就可以无限罗汉啊，罗汉我们是不用想控的，对面速度全拿啊。这次这个阵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想了很久的啊。这个头一次见到鱼岛拿出一点套路去套路别人啊，鱼岛在其他辅战团队眼里应该就憨厚可爱的小弟弟啊，基本上没什么花招，没什么套路啊，对不对？遇到人就干啊。鱼岛用的就是那个变量成全民 PK 赛的那种，我不要速度。我属性提升到极致，你应激不攻防我，你什么时候总封不中我，我的优势就能打出来了啊！老王，鱼岛是扮猪吃老虎吗？鱼岛不用扮，鱼岛就是猪，但是这是憨厚可爱，对不对？有人喜欢的小猪。偶尔会生鱼岛的气，但是顶多是一天时间。4500，哎，别出神器，我要跟他单挑，其他人别上，其他人起来，我俩要单挑，别贴。能整死不？没整死，白脸，妈的，不如给蛇连了呢，啥玩意儿？我大哥，这瞎整。对面有纸人，大哥，对不对？有纸人，我拿什么去连？已经很努力了，好吗？啊，关键就是那个黑白，你说你幻魔不行，秒人不爆。现在我就一个套路，别人喷我狮驼，我就喷黑白。得亏这是妖总不在啊，要不然就喷妖总。哎呀，麦克风哗啦哗啦响。中奖的兄弟50个啊，18个、21个、13个，这波人机票反正抽奖，我觉得门槛还挺高的啊。哎，你们能听着麦克风刺了哗啦的声音吗？我操，电脑千万别坏啊！方尊山分身，现在看蛇的运气，对面没罗汉了，来给我们点机会吧，好不好？我们的机会，我们的蛇也开始精准的一点，精准一点啊！对面的蛇更精准，伤害更高，差点给我们右蛇直接干飞啊！对面师伯没买到，买不到就送不到，女娃再秒，对面血线还是被压的。小四海，对面血线一直还没有特别满血过，对面这个蛇再一飞，
形势就有一点还可以，真的，这个特别关键，这个就是赛点，飞了就可以打啊。对面的蛇飞了的话，现在我们的劣势基本就没有了，就可以说就好像重新开始啊，五开啊，四七一垃圾十多，谁他妈又开他妈那啥了，投票了啊。我看我变身还有几回合啊，啊，变身还有四回合，471。刚才还有人在公屏说老王看不起游客，你可真逗，大哥，我看不起游客，然后五万多人来到我直播间都让我看不起，对不对？这五万人之所以来到我的直播间，还不是因为在公屏狂喷麦上的宝贝，而麦上的宝贝又不会跟你们纠结，对不对？在别的房间你喷人垃圾时，我早他妈给你踢出去了啊！我房间为啥不踢？因为踢不过来啊！发垃圾十多的一半是红马，另一半是黄马，另一半是黄马和黄马和红马的小号啊！你们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那些抠垃圾十多，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我操，鱼岛头一次啊，大哥，鱼岛头一次啊，鱼岛终于绿了一把呀！哎呀，鱼岛证明鱼岛 绿起来也是还行的，感谢台州湾。团队啊，感谢台州湾团队，他们把他们的接力棒交给了鱼岛，把他们的好运转交给我们。尤其感谢啊，小龙女，感谢北地，感谢微微啊，感谢这个啊，小龙女啊，小龙女可以。我们输赢不说，咱们头一次这么绿啊，真的很舒服，你知道吗？被网域眷顾的感觉太好了。兄弟们，你们感没感觉我从开场到现在，我对即时判断就特别准确。我从这场比赛没速度开始，我就说鱼岛要赢的话，依靠两个体系，一是抗风体系，二是神佑体系。我们的抗风体系，对不对啊？已经有效果了，神佑体系也要来了啊！感谢杨超越锦鲤是吗？啊，你怎么知道呢？我也看吐槽大会，今天晚上8点更新。老王神太多怎么办？这场以后下场，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看重。看到，其实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都已经不是很看重了。我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对不对？你们赢了你们开心，我赢了我还得交指挥费呢，对不对？你花钱买的成绩，你有什么开心的，对不对？你们会因为花60块钱买票去吃一个自助餐，在里面啊，好开心啊，好快乐呀，终于吃到自助餐了，对不对？你他妈花钱了，你有啥开心呢？对不对？一点都不开心啊。上个月交指挥费的时候我都惊讶了，操，跟以前的价格一点都不一样啊！以前指挥费1000、2000，最多3000，上个月指挥费我们那几个老板老贵了啊！这个月还线下又吃又喝的，对不对？我们孔雀老臣又去蹭吃蹭喝啊，还要报销指挥的往返机票啊！啊，众筹开抽奖呗，那倒不至于，兄弟们不至于，我有钱啊，我这波不是为了从你们要礼物，跟你们讲这个道理。来，抗风体系失败了，哎呀，习惯性的抗风让我们的队伍忘本了，不用精青，但是没想到啊，我们竟然没忘本，在明明已经肯抗风的情况下，还照样来了一把精青，这个精青让我很感动，真的，这个精青让我特别的感动，这个精青让我感觉到了鱼岛跟以前的不一样啊。嗯，对面哎又被连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了吧，这个是一定得死的吧，这谁都保不了了，这个连击啊跟鹰击的效果差不多，每个人都掉血啊，最后还得死，这一定死的啊，这一定死，没有神又一定死，我了解我自己，宝宝绿了一把。嗯，对面现在的话是双怨灵啊，双幻魔成型啊，而且十多领又没法连贯的输出了，没有变身了啊，力劈巨劈幻魔，这种形势下对面还是有高几率翻盘的啊，就是对面只要连准五回合，你再看看啊，
别开投票了，五万人投票卡死了啊。对面只要连续封印双封，一起封五回合啊，照样行。我们现在三个幻魔啊，破甲师陀，这个破甲是为了以后的鹰击做准备。我操！我操！我操！拍宝宝！你妈封宝宝已经很奇葩了，你妈你拍宝宝！神仙打架，大家快跑！这波打架真的是神仙打架啊！我操！封宝宝我觉得很奇葩，竟然还他妈能拍宝宝，那宝宝有神技你不就拍不封不中了吗？这意识给拉起来了啊，厉害厉害厉害啊！我觉得鱼岛这边的指挥虽然封宝宝封中了很厉害，但是对面能给宝宝拍醒更厉害啊。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啊，又开始那个蝴蝶效应了，蝴蝶一扇翅膀来了一把暴风，因为他的宝宝被拍醒拉起了那个方阵，方阵上催眠我们的女娃，我们的女娃由于他对面方阵最后又出手被催眠，一定当年回合出不了手，有的时候一催眠就是三回合，我石盾还没有变身，对不对？对面再连封几回合，对面还是能把节奏翻过来，所以说现在打到现在的话还是要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慢慢来，再把水星让方阵一定催眠，但是催眠还没中，我去你大爷，你还不如跟李哥，你还不如跟孔雀一起封呢，你竟然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孔雀身上啊，孔雀给你吃一把掉链子啊，吃一把拉裤兜子，给你吃一把瞎他妈忙，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成绩0-5，哎，这只力皮够狠。好了，现在场上的局势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刚才那个他要没拉起来啊，就有优势。现在的话又回来了。现在我觉得鱼岛有两次打得不好，一次连人没连死啊，因为对面有纸人嘛啊，不如连蛇。还有一次没打好是因为啥了？我想想啊，还行啊，还对，还有这次一个水晶，我以为是要分身躲进去呢，结果催眠没催中啊，对。阵法是被小克5%，老王你别开直播，对面肯定在魁平，大哥你别闹，对不对？我希望对面魁平，因为魁平对面输定了，咱们看到的比赛是两回合以后的，武神坛不存在魁平这一说法，武神坛没有魁平啊，监会是实时的啊，比武是实时的，武神坛没有魁平啊。老王，我员工的零食礼包断货了，黑黑，咱俩合作一下，年终奖给员工发零食礼包。方尊山分进去，现在的话必须得调整心态，你着急推没啥用，你打的就是那种龟速慢慢磨的体系，所以说我觉得有优势的时候就把他蛇给他连没啊。他刚才连人当然也是对的，我这种想法毕竟是初级想法，我们鱼岛毕竟现在观战方上四个指挥在打。好，对面也给我们来了把当前回合直接拍醒连蛇啊，来烦死他，烦死他，烦死他，并且略略略略略略、哎、鱼岛啊，我靠，你也可以略啊，真的，鱼岛也宝宝是有神佑的，你们知道吗？满天花雨再一出，行，你飞吧，你飞，拜拜啊。好，今天真的向大家证明了一个道理，鱼岛的宝宝其实是有神佑的，就是以前啊一直低调不神啊。风头啊，风头，鱼岛的宝宝绿几次了，兄弟们帮我记一下啊。哎呀，4次了，咱们刚才要求的小克5%和绿4次，绿4次已经完成啊，解锁成就啊，鱼岛神佑4次啊，飞滚，漂亮啊，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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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没变身，啊，对面我们的抗风体系好用，我们有多套体系抗风法宝啊，从别的层面打你，你没法封我法宝吧？
武装剑套也仅仅是套掉法宝，不能影响主动法宝的使用。好，对面普陀舔了一把凤凰鹰击，6000血，数据还行，这把应该有仪式，数据3500还行，有盾2300很高了啊！看没看见4600标准数据，1508加300普陀正常数据，他士多抗性比较高啊！普陀对不对？没打多少血，但贴的多呀啊！来，给我吃一把法爆，干死一号！操，一号也绿了，但是方寸啊，不对啊，方寸意外被收割，方寸被意外算不算意外呢啊？反正绿一只死个人也还合适，他力劈劈到小燕翎啊，还行。打的还是比较稳啊，有蛇在的时候，也是狂暴蛇的。赢了的话是4强，赢了的话是4强。CC 909啊，忘打一个数字，很正常。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双方都挂频道的名字吗？因为比赛有成绩的话，挂频道名字，频道会给赞助费的，等于一个代言啊，耐克，一个代言阿迪啊。绿，哎，不利我也原谅你，真的还行。下回合还敢迎击吗？对面的状态已经那么好了，在地劈瞎劈，劈醒了催眠的。现在对面的状态已经特别好了，鹰击不太行。对面反手再催眠，又没啥优势了，兄弟们，又打回去了，就这样反复的啊，一会儿我们有优势，一会儿优势又没有了，又打回去了啊，等下次蛇再神一次的时候，就可能又有点优势。我们的优势呢，主要来自于运气。你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天意来了，狮驼没被封，反手一个发文侠，我触发了一次漫天啊，再催眠，这次是我觉得应该平砍牛或者狮驼宝宝。一次漫天以后，指挥对我的伤害有点自信了，对不对？来点自信。这回合怎么说？对面狮驼变身了，对面物理速度，我狮驼，我操，也行，正常情况下我是被封的，没毛病，可以。李哥的解封啊，主要是为了吸引对面的封印啊，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对着李哥封。我们的蛇一定要绑，我认可我被连死3次，也不想让我们的蛇再损失一条。女儿或者方寸开普陀，普陀给波兰，龙龟给蛇卡大金，女拔大招砸前排的一个召唤兽，狮驼连蛇，这把听我指挥好不好，让他们没一个蛇没一个宝宝，我们的蛇满血，慢慢跟他磨，慢慢跟他咬，这把听我的，听我一回合就行。来，蛇别绿，绿四次可以了，我觉得别绿，别因为神又影响了游戏的体验，虽然已经影响，可以了，蛇该飞飞啊，蛇该飞飞。这个晶青解封，对面狮驼被封，女娃很安全，波兰宝蛇，龙龟卡大金啊，蛇他妈的不知道好好珍惜，竟然咬了一口小怨灵，另外一个蛇知道珍惜咬宝宝，但是宝宝神了啊，还是鹰击不管，我操，6085，还行，这个鹰击数据，反正有一个数据好看就行啊，鹰飞了一个幻魔也还行，秒3。啊，再秒2000还行啊，对面一只力劈应该暂时对我们的蛇没有太大的危害，一只力劈破波兰，大金再加一加啊，还行。哎呀，这蛇真的狂加血，就打到后期的话真的要狂爆蛇，这个时候蛇才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优势啊。对面方寸倒地，
哎呀，这套体系他们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原来鱼岛就怕，原来鱼岛是两个高速风，这把共高速风变成了低速风，然后带了一下抗风的零式，效果还挺好啊。虽然刚开始要崩盘的节奏，但是稳住了，然后再加上确实是狂神啊，狂神。摇孩子，你试试摇蛇，看能不能摇走，又他妈摇醒。大死亡是守尸的，纯魔烈焰能干飞一号宝宝，没飞。对面召唤小怨灵啊，没有太大的操作，还可以。地劈继续劈蛇，吸血吸满口，575，再劈3000，鹰击小王子啊。变身还有5回合，回合还够。对面的方寸起来继续催眠女娃啊，对面狂催女娃。哎，他为啥狂催女娃不催师陀呀？有能看得懂比赛，为什么看他催女娃不催师陀？催师陀对不对？一催2回合多影响变身啊！现在女娃有小怨灵有蛇，他为什么催女娃？因为师陀垃圾，看不起你啊！你的数据不太行啊！看为啥咱直播间人气这么多？因为我能善导引导游客说出心中想说的话，对不对？就是说完垃圾师陀，感觉心里舒服多了。你们看比赛不就是为了找机会说垃圾师陀吗？又给你们找到一个机会点爆发出来啊！我怕给你们憋坏了啊！赌不如输，对不对？想说就说吧。惊情解封，对面的血状态又开始好了。这要是我就连蛇，我看他们蛇我就害怕啊，对不对？对面连几把，咱们的优势就是绿绿，不绿咱们就拉了，你知道吗？啊，蛇飞了一只，你看对面现在一蛇，这师伯你看什么玩意儿啊？对面现在都双幻魔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合以后要被人翻盘了，兄弟们记住，此时此刻是47回合啊。47回合，现在是对面防御了，加出那个盾牌了，打3000多血，我也不想了。下回合女娃一定出宝宝，对面没有武装，女娃出宝宝谁都管不着啊！对面风系一个风普陀，风女儿村，对面对师陀完全是放任不管啊，也知道对不对？我的师陀可能不喜欢啊，不喜欢连蛇啊。我觉得对面的方寸和武装应该有一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点。对面现在又稳住了，武装还是没封中女儿村，女儿村单封普陀，封中无魂丢普陀，丢中对面蛇咬我，咬了个小反阵，颠倒五行给女儿村加起，再加上防拍啊，解封方寸师伯3号宝宝，对面3号宝宝飞送掉1号宝宝。7300，对不对？你要不打个7300，大家还真的以为我师伯1000多血，真的，这个师伯漂亮，可以，得劲儿。对面蛇在飞，得劲儿。这回合就挺赚的，飞2只宝宝，1只蛇。比赛的话，我们是1点开始还是1点半开始的？现在比赛1点还是1点半开始的？1点半开始，那还有1个小时，应该不会打到判定。1点刷对战，1点半开打。解说完这场比赛，我腿是软的，你知道吗？因为输习惯了，对不对？领兵有一点点优势，我他妈有点不适应啊，有点虚啊，我担心我一下，对不对？醒了发现这是做梦。还是怀念一无所有比赛进不去16强的日子。此时此刻正在舒服的躺在床上看68的其他队伍打 PK。
啊，去他妈的，做梦怎么可能五万人看你直播，我做梦都是十万人三十万人看我直播。这个疯狂应激啊还是应到了，虽然书记不好看，但是雨露均沾，血线都往下调了。对面是双小鸟啊，鸟的话最大的优点就是咬人不会意外，就是我们它能咬死宝宝，但是它咬不飞人，而且不会神用，不会法波法爆魔心。我鹰击小王子变身回合到了，他的变身还有三回合，对面还能再连蛇，我们得抓紧时间出蛇补了啊，要不然慢慢真的也能被对面干掉的啊。对面从打到现在鹰击过没？对面应该鹰一把，万一我们的抗性特别低呢，好不好啊？别连蛇，鹰一把试试数据。对面合理用了一个武装的那个技能啊，免疫解封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是说明药快没了吗？五龙丹快没了。哎呀，你看对面连蛇，蛇不绿啊，这死的老惨了啊，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现在对面俩幻魔啊，你这不停的，你得不停的招蛇啊，还得不停的控他们师徒。这是一只啥宝宝？这回合蛇飞了，我突然心里开始抖了，你们抖没抖一下？因为像这种鱼岛，就是有一种假象，就是鱼岛快赢了的时候，我从两年前到现在已经看过很多场，但是最后每场都不出乎我的意料，都输了啊。蛇一没啊，我就开始抖，一抖我就出蛇，蛇一出就被清，一清我又开始抖，一抖我又开始出蛇，出蛇然后又清，清了我又开始抖，抖了我又开始出蛇，啊，一个优秀的解说啊，就是没话找话啊，让场面变得不那么尴尬。形成了一个循环，但是最多循环八次，因为只有八只宝宝啊，可以召唤出蛇。哎呀，完，哎呀，我现在有点不想解说了，不想看了啊。哎，现在想去厕所。啊，对面黑暗了一把，行，跟了一把我们的女拔，女拔下回合可以操作啊。对面的女拔，但是还是不黑暗，还在封印里面。谁让你幻魔多呢？两只幻魔。现在女拔不能再被打节奏了，女拔千万不要死。现在对面在重点控制我们女拔，防止我们女拔不停的招玄元灵出宝宝出蛇。对面现在在重点控制我们女拔，我们的节奏也靠女拔才能打。十多灵只是辅助攻击，其实就是靠蛇的，你一口我一口，然后我的师伯补补刀啊。队伍里的核心输出看样子就打到很后期的时候，还得是女拔。方登山躲起来，武装起回旋伞，女儿村风石陀防变身，方顿山再催女拔，对面女拔应该是用孩子拍，孩子是最龟速，起码当今回合不会出手，已经有效了一次的这个鬼气再次扔到骨陀被开，但是也能下回合才能出手。女这回合破血清宝宝很打得很细腻啊，但是绿了啊，卡了一下，不知道怎么解说啊。看一下对面的孩子跑还是拍女拔自己，对面的一直力劈，这只力劈本应该不劈出来的，因为它不绿就飞了啊，它的幻魔应该也快飞了吧啊。对，我就知道它幻魔血不多了，我们下回合普陀能保，这个蛇应该是会锁血，蛇是锁血，孩子没有跑，果然拍醒了，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有花招啊。这回合我有变身，对面的石头没变身啊，对面的翻身方子处于分身状态，现在的话还是一半一半啊，现在还是一半一半。打到后期对面一旦准了，而且我们的状态一旦跟不上，没有五星电脑的话，对面狂疯，我们
我们的水鸡吧，蛇，对不对？我们也快出差不多了。现在飞机好像不太有压力，因为飞机想要压力的话得让女娃配合，现在女娃不太行啊，女娃得恢复恢复状态。女儿孙起塔这波不亏，狮驼开挺多，这回合变身我们方寸起塔，波兰宝蛇，我们双法防可以卡大金，蛇暂时安全，一蛇一牛啊，还是输出比较高的两个幻魔，相对鸟来说，牛4000200啊，咬宝宝还行，稳定的1700的输出，狮驼这回合智博宝宝，正好一只残血的宝宝还能再送一下，送三号5790没有封印，召唤小怨灵啊，不着急出宝宝，出宝宝等着被人清不太好，对面罗汉啊，全场盖的特别多，罗汉基本没断过啊，那我们就是有针对的性的清他们的啊，清他们的宝宝了啊，现在我们的右蛇满血，对面开始不清蛇清牛，牛的话可能会给波兰，但是不至于去被大金，我们也有力劈。两回合罗汉啊，有小怨灵，这回合会秒吗？变身剩余8回合，我觉得这回合可能是点杀，但是他们两个风系都有盾，还是师伯或者平砍孩子出漫天啊，我觉得这回合可能平砍，来吧，平砍吧啊！飞机对面血量太安全，还有罗汉没有用，对面的方寸基本封不上狮驼，对面的武装带水啊，这个就是我们带的抗风灵士。解封李哥啊，牛锤女娃啊，对面再连蛇啊，第一刀破波兰，第二刀4300，第三刀3700，第四刀3900，别绿了，真的别绿了，过分了，别绿了啊，行，不绿还行啊，不绿还能愉快的玩耍啊，再绿了真的有点绿的太多了，我觉得绿4只已经很极限了，总共才8只蛇，你绿了一半，对不对啊？可以不用绿，咱们好好打，也清掉他们的幻魔，他们的幻魔锁血没飞，三号锁血没飞，小怨灵没有拍中，女娃还要继续忙啊！女娃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出那个小东西了啊。对面是那个最后一回合的这个罗汉啊，上把女娃不秒应该是对的吧，秒他们秒啊，他们女娃秒的话好像不怎么对幻魔秒，一般都对小怨灵和宝宝秒，他们没法像咱们这样完全的看清气息，武装好像水了几回合了，平局应该不会啊，这回合应该还是师伯平砍，对面的孩子能猜准吗？我们的女儿猜准了，但是没猜中啊，方寸猜准了，方寸没猜准啊，也没拍中。世博三号1980啊，这数据感人。女娃再出蛇卵，对面小鸟残血还咬了2000血，力劈劈在有波兰的宝宝上，还能加点血啊，加了1200血。轻飞一个小怨灵，狂吸血，再轻飞一个小怨灵，暴必杀，狂吸血，吸满血。小怨灵能给对方加状态啊，红烟小死亡狼肠，蓝烟降伤害。啊，骷髅头带小反震，对面孩子再次拍醒，啊，这个孩子他妈的拍中了好几次了啊，真的准。啊，变身还有6回合，我们出牛的话他就不会连啊。现在对面开始轮到他们连蛇了，这只蛇卵你们觉得会招吗？宝宝都打装机了。鱼岛的所有的宝宝都打撞击，这些细节早就调整过了，不仅得打撞击，而且宝宝装备的伤害还得打到70伤，对面的狮驼领准了一把，武装也狂准，哎，就怕这种疯狂的准，这种一准起来慌的一逼不行了，稳不住了，招蛇吧，别等了，拍醒了，但是拍了39，操，29，哎呀我操，龙龟也没拍醒，这把真的血亏，一个没拍醒，哎呀妈的，狮驼领没出手啊，但是好在有一把精青啊，没精英亏朱翔，
切了一下，波澜没破掉。好，残血的小鸟被清啊，对面还是没有幻魔。对面的幻魔估计下回合女娲又要招了。对面有三个的话，得牺牲两个去招。对面应该不敢招啊，怕也怕被我们这边的牛加狮驼岭干掉两个，他就招不出来。所以对面这回合可能是继续招小怨灵。这回合看对面控狮驼还是控女娲，狮驼岭应该是鹰击对着孩子鹰击，女娲对着孩子先秒一把，然后下回合女娲招蛇，狮驼岭出宝宝。嗯。分析的有道理吧啊。水风一把被我们吃这把抗风体系明命体系，风中了也没有用，精清直接解开，反手一个催眠，反手催眠没催中啊，催眠证明不应激，为女娃加上法伤啊，法防起啊，应激好像能赢到师徒应该能赢到师徒，宝宝打了4000多血，对面师伯买到了啊，攻击好高，竟然买到了，打法防宝宝反震了2000血，我们也师伯啊，清飞了一只啊，清飞了一只保护的啊，这不是买一送一啊，直接清掉了一只宝宝，还可以。极限是150回合，比赛打不了150回合，因为只有120分钟，120分钟一般也就打到90多回合，现在是57回合，赛程一定过半了，过大半了。对面果然如我意料的召唤了6个小怨灵，就是为了能平稳的招出那个小鸟。现在没有蛇有牛，对面的话应该还是连蛇，这回合的话我们应该会拼了命的封他们的狮驼，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波兰保蛇是保不住的，不如把波兰浪费在牛身上，因为对面毕竟不会连牛，然后清他们的地皮。这把我觉得应该要搞搞事情了，这把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操作，顶多是连蛇，我们可能会点杀。我觉得对面水了一个，还有精清，哎，他不刚清完吗？可能是偷酒了还是干啥了啊？罗汉基本我们这场比赛基本上没太罗过。哎呦我靠，不会被我猜中了吧？这是无聊的大死亡还是当前回合点上啊？疯狂鹰击，第一刀绿血亏，第二刀4100，第三刀3500，这数据没有用啊！对面当前回合起了罗汉，感谢气啊，感谢气实习主播啊，放弃的气，谢谢啊，谢谢气的守护。好，对面的女娃应该是偏意外的。焚魔林眼看宝宝没有飞，宝宝没有飞啊！这个狮驼垃圾狮驼还行啊，嗯，对面的女娃好像血其实本身也比较多啊，保护了很多血，那个狮驼，然后自己被本身打了很多血，然后没人贴啊。下回合狮驼可以正常出宝宝。保护5000，应激4000啊，嗯，暴毙了嘛？你们知道那个85万的破血物理暴击男头可以解锁套在我身上吗？虽然我不一定戴，因为我的帽子也很厉害。我的帽子是物理暴击伤害，平时不暴毙，但是触发了系统自带的1%暴毙以后，伤害多了个101%啊。对面宝宝后期还可以啊，挺扛打的。但是后期扛打其实没有前期扛打有合适，我们前期蛇神的特别的关键，我们也没小怨灵了。对面罗汉还有2回合，下回合正常招啊。啊，狮驼岭边山还有3回合啊，还能继续搞事情。老王齐天大圣是神马宝宝吗？我不知道是啥宝宝。啊，对面拉起一个鸟啊，下回合对面还有最后一个罗汉，这回合我们狮驼岭可以鹰击啊，继续鹰击加血线吗？还是连环击那个大死亡单位？对面武装应该是起纸人，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鹰击收益可能会大一点，因为还能顺便把那个女娃的尸体守住。老王芒果非常好，就是太少了，100多颗行了兄弟，是不是啊？吃多了那么甜，九成熟的啊。
是神马啊，你的孩子给七哥先用，是吗？兄弟们知道神马还在干嘛吗？我们一旦开启那个大招以后 ，CD 技能 CD 回合150回合，全体增加10%的速度，一场战斗只能用一次，但是会增加会受到伤害增加10%。师伯啊，买掉，送掉，还行。对面两个单位被催眠，我们也召唤红火，召唤完的当前回合不会直接拍过去吧？对面两个单位，孩子别绿啊，孩子别绿，孩子别绿，孩子飞。孩子飞啊，不仅飞，而且飞的是暴毙的飞啊！好，力劈直接劈到了幻魔身上，还行啊，还行。咱们直播间是不是有协议呀？咋这么多人呢？今天啊，我们那个梦幻西游大百科的编辑刘洋过生日，对不对？正常我定的3点钟去吃饭，妈的没吃上，看来啊，起码得打到3点半了啊！我没寻思能打这么长时间，更没想过能赢。啊、给时间都改了啊，改时间了，改4点了。王哥啊，指挥问你要啥孩子啊，别管我叫王哥，李哥啊，送你一个。哎，李哥送的啥孩子我都要，我不挑啊。李哥你们看团队需要啥我就买啥啊，钱你得让我自己来啊，对不对啊？李哥钱我自己付，你帮我挑就行了。趁人多喊一下，出售一个100超级简易气血防御加法防，全服最低价摆的价格13000啊，没法再低了啊。得自己养王哥啊，好，好，好的，李哥。啊，攻击要暂时休息一下了啊，攻击的话要暂时休息一下，因为那个没变身了啊，没变身了。须弥应该也不会太特别着急出。这场比赛，对面的蛇怎么没的？我知道我们蛇是怎么在的，但是我没看见对面蛇怎么没，就感觉好像。没怎么连过蛇啊，力劈也没怎么劈过。我知道摇飞了宝宝，我们蛇神4-5的抗风是真的抗风。哎，几点杀对战下场比赛？下场比赛又到了一个成绩突破的时候。上个月成绩突破的比赛是我给你们直播的吗？就是8进4是我给你们直播的吗？上个月是月月播的还是我播的？你播的啊，那还得我播。你哭了，你忘了？你什么？我哭了，他妈说话卡机一点就哭了，电气化神。看私聊啊，五弟看私聊啊。哎呀，我私聊坏了，五弟，你要不然在公屏说，我打不开我的那个窗口了啊！等一下啊，找到了啊。啊，五弟说打个广告，13技能猫灵外星人混沌球不限资质，价格天价，有多天价？天价到你想不到啊！天价收购13技能以上的翻译猫灵啊，不怕啊，五弟没钱，就怕你没货啊！干嘛呀？咱们不打广告，又他妈不是封印蚩尤啊，又卖超级简易灵士啊，又收什么翻译猫灵啊？谢谢啊，谢谢慢啊，谢谢消防，谢谢气啊，还感谢一个叫做135什么罗汉男一啊，那个属性非常好的罗汉啊，师陀用的男一�啊的守护啊，今天开通了3个守护，谢谢啊。后面有比赛的话你还播吗？播啊，播，大家自己看公屏。
老王，你说5万人开个么么哒抽奖能收多少？我不知道啊，我怕给你们刷死机了。玩一个呀，电脑不流畅的兄弟们调成低清模式啊。好，开了一个2018元现金红包的么么哒抽奖，有么么哒兄弟们可以刷上手里的么么哒啊，咱们看一下啊，免费的么么哒大家能凑多少？现在比赛的话已经到了64回合，咱们现在啊灌模啊保障的比较充分，然后给对面的狮驼来了一把催眠，这回合也就是啊单独清单的宝宝，打到后期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清长啊，反而越打越稳啊，嗯，我们在不太行的时候疯狂的一旦行了的时候就开始稳下来了啊，慢慢给他的宝宝清掉，现在鹰击啊。也没什么效果，对面血啊状态非常好，打宝宝，宝宝神了一下啊，但是起码对不对，就当封住他的宝宝，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女娃没啥事干啊，甚至反手还凝滞了一下，咱们开通了一个用免费的么么哒，就只要你拥有任何人的勋章啊，比如说响哥的就叫谜底，大王的就叫大王啊，二狗的就叫 RF 啊，然后咱们有这个东西的话一定会有么么哒的，不是只有钱勋章才有么么哒啊，点击么么哒然后在送礼报名里点击送出啊，抽奖插件是这样式的啊，送礼报名是这样式的啊，嗯，王哥给我禁言啊，场控的问题你可以找啊吴桐啊，吴桐他们给你解决，不在直播的皇马。好了兄弟们，2018元的现金红包用么么哒抽，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42秒结束啊，有部分兄弟反映啊背包打不开，武装又开始准了，猥琐发育别浪，20万的么么哒，20万的么么哒不算多，我抽零食礼包也能到20万，这是2018的现金，可能对于兄弟们来说现金和零食礼包没多大差距，用了个啥玩意儿，怎么没看见就听着声音呢，现在我们只要有幻魔在对面不好清就还能打6200啊，打了一个高血量的，嗯，挑战了一把高难度，继续凝滞啊，继续凝滞，嗯，黑娃啊，女娃这黑白有点坏啊，打到后面安全的情况下才开始慢慢放速度，前期速度不抢，现在抢速度也是尝试抢一抢，能拿到就拿，拿不到就拉倒，不跟你犟，还行，这回合清掉了对面两只宝宝也残血，他的高连宝宝威力十足啊，打了4000血，比利皮都疼。好了兄弟们，背包能打开的兄弟们抓紧时间刷刷手里的么么哒，背包如果实在打不开，在幸运抽奖直接点击送礼报名就行了，我们的抽奖时间还有最后的32秒就要结束了，还有么么哒没有刷兄弟们最后刷一刷，30秒，还有么么哒没刷的能打开包裹的兄弟们抓紧时间上冲刺，26秒，太卡了，我就说能卡吧啊，没有抗风的住，水清保狮驼很关键，狮驼一定要鹰击，对面再连蛇，对面也是完全没问题啊，在很被动情况下还在清幻魔，嗯，这个幻魔就这个绿啊，这个绿就只能说绿的关键，而且特别关键，实话实说这个绿啊，这个绿的帮了大忙了啊，这个鹰击暴必杀7000多啊，对不对？反正我要是公平，我要打垃圾狮驼，我脸红啊！一边警时期，一边发垃圾狮驼，可以发，但是得捂着脸发啊！嗯，挡住了，接着发啊！不管鹰击多少，就是垃圾啊！你这下7000，你上回合还打了471呢。好了，中奖的兄弟还是个商人啊，还是个商人，中了2018元的现金啊。有人能出虚弥吗？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应该先不会出，我觉得这场比赛特别来之不易，虚弥真的不敢出，不想牺牲一个宝宝换虚弥。但是换了啊，但是换了，换死一个就不亏。
换死一个，他就可能因为鹰击啊，他是连环击的是吧，不了保。这个罗汉覆盖的也少了一个单位，再换一只须弥罗汉以后的话，这个须弥就没啥太大用了。再法连加法爆能爆死个宝宝，没爆死。对面场上单位实际上已经不多了，我要给你们唱歌了啊。鱼岛再次从啊八强进入四强啊，恭喜钓鱼岛啊，痛失八强啊，涌进四强，希望鱼岛能再打两场啊。还剩四个队伍是吧，还剩四个队伍。来，再给大家开一个2018的么么哒抽奖啊！刚才如果背包没打开的兄弟们，现在继续再开一个么么哒抽2018红包。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